新年快乐！今天是一月新年的第二场，但呢还是非常的有过年的气氛，到处都很红。对，到处都很红。你今天也穿得特别的过新年哦，恭喜发财，直接恭喜发财哎！各位进来的朋友呢，先帮我们按赞，然后分享，你也可以 take 你的朋友跟他说我们这里在直播，而且我们有新年的红包袋。还有新年的福箱可以买，红包袋是免费送哦，好不好？你看我手上拿的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用我们的红包袋就是做成的一个小灯笼，但小灯笼好，他可以退场了。进来的朋友呢，先帮我们分享好不好？先帮我们公开的按赞分享好不好？然后我们今天全程观看的话呢，我们也是有这个全勤奖可以送给大家。那我们现场呢，就是这边有我们新年的红包袋，那这些呢都可以在我们的门市免费领取。对，那你有可能随机在你的包裹里面忽然发现小惊喜，好不好？那今天呢是要来开奖，对，我们今天要来开奖，那就是因为我们十二月活动非常大家很热烈的参与，那我们就是在今天会线上开奖，只要你是有在门市限定，我们的这个门市各门市单笔消费满千，你就有抽奖资格。那我们就是在今天开奖，有非常多好礼在后面了，这些全部都是要送给你们的，全部哦，全部都是要送给大家的。那我们这些东西呢，今天全部开奖，你也可以在你看到你。欸、是我的时候呢，你也可以说我在中奖，我中奖了，好不好？新年礼物。好，那今天就是非常快乐的开奖时间，会有很多位幸运儿出现。对对，那没关系，如果呢你没有参与到这档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今天全程参与我们的直播，还是可以拿到我们的，可以蹭一下他们的欧气。哎、欸，对对对，蹭欧气，真的，如果中大奖或是那种抽卡抽到那个。SSR 的厉害还是 UR 的厉害 SSR 的厉害的时候呢，你呢就是哇，我蹭一下摸一下吸吸欧气，说不定呢你就可以拿到，对，你说不定一边看直播一边抽卡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呦欧气中奖中大奖，好不好？那除了就是抽奖之外呢，我们现在就是不能错过就是我们的新年福箱，好不好？我们新年的福箱买了的朋友也欢迎就是 take 我们跟我们分享，跟我们分享我们的这个福箱，你开到你是就是有那种买家，也是买家秀啊，这也算是、对对对，然后可以 take 我们就可以帮你分享出去，让大家知道，哎，我们的开心，好吗？那我们这个福箱呢，就是有在我们的置顶连结，哎，我们可以直播可以开始那、这个 IG， 我们今天同步开启 IG， 晚安，等我一下哦。好，我们同步开启 IG 咯。IG 的朋友 ，Hello。好，那再告诉一下我们 IG 的朋友，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好了。我们上个月有满千、然后就可以抽礼物的活动，没错，抽好礼，然后我们今天就要准备开奖了。没错，那今天我们后面所有的礼物。噔噔，这么多都是要送给你们的，好吗？好，那我们呢就是进来的朋友赶快可以跟你们有、可能你们一起来逛门市的、好不好？赶快就有朋友一起来看见证奇迹的一刻。This, 嗨嗨嗨嗨，今天要开奖咯，我们很期待的，我们先可以让大家就是进来一下好不好？我们这个大奖真的是很棒，它是价值万元的大奖哦、他现在在后面这个最大箱的，好不好？最大箱的，这是他送给你们的。今天会抽出好多好多好礼哦。那我们今天这个抽奖是三间门市的，用三间门市的这个抽奖券的这个箱子，现场会混放，然后就有抽出幸运儿，好吗？那现在呢，就是刚刚有说到我们的福箱热卖中，好不好？有单独买福箱是1888，那单笔消费你是主。电脑主机或者是赛车模拟、飞行模拟，你有满额达到30000元，我们就是直接优惠价用888来加购，你可以在线上或是门市都可以。对对，那我们开箱里面有什么东西呢？有刮刮卡一张、没错，
就是能抽大奖的刮刮卡，对对对，现刮哦。或是你到门市也可以免费领取这个红包袋，嗯，这边只要你想要，你就可以说你想要一个红包袋，然后你就可以得到了。对，没错，我们会直接放在那个门市的就是柜台啊，然后你就可以直接看得到有这个红包袋在那边，然后是可以免费领取的，好不好？有只很可爱的龙在这里。对，没错。好，那我们这个呢，我们需要一点新年喜气的感觉，我们的音乐再让它喜气一点，喜气一点，我们再开喜气一点的，好不好？好。那我们这个今天就是我们再给大家这个一些福校的资讯好了，我们就是有这个最大奖会价值70,000元以上，所以呢大家要把握一下我们福箱的机会，好不好？购买福箱的机会就是新年就只有这一档，所以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趁着新年把好礼带回家。没错没错。好，那我们呢就是大家进来了吗？期待了没？我们要准备抽咯，好不好？我们要准备开始倒给，倒是混放我们的抽奖券咯。晚安啊，凤姐晚安，李哥晚上好啊，好喜庆是不是？好喜庆，福箱买了更喜庆，我们的福箱就是好运龙走来的新年福箱，所以你一定要先购入这个新年好手气。嗯，我们有现场的那个就是门市的人跟我们说。我们是有伙伴跟我们说，就是有那个拆箱一打开就满意，跟他朋友一起买，对，就是现场的那个店员们告诉我们说，他们看到很满意，就很开心，把整个箱子抱走这样子。我觉得，因为过了不久，好像就是又我的福箱又往下，所以呢，应该是可能有宣传哦，就是大家好，就这么好康倒销爆。好，那如果你们来到我们的男子门市的话呢，你会看到我们的超级可爱财神爷，好不好？超可爱财神爷，还有看到50哦，有，对，很大哦。我希望财神爷就是从那个我们把它放在那个福箱上面，嗯，希望它可以从福箱就是顶楼到一楼，然后我就再让它到顶楼，好不好？所以呢，赶快买福箱，我们新年就是趁此好运，好吗？好，那我们就来把我们的抽奖券放进去了，好不好？先把这个资讯给大家看。我们的那个脸书啊的这个置顶连结，就是买福箱的哦，就是买福箱的这个传送门，好不好？那 IG 的朋友呢，我们可以到我们的精选动态，或者是其实我们应该是几乎每天都会放这个限动的连结，精选动态里面也有连结可以进去，好吗？可以进去买福箱啊！然后你昨天刚订是不是？好哦，刚订。那我们现在也是福箱很快就寄出，让你新年赶马上到。所以呢，一定要记得哦，新那个福箱打开之后呢，会先找到这个红包袋，红包袋的背面呢就会放着我们的这个刮刮卡，嗯，现刮，要记得刮。对啊，不要放忘记，现刮你就可以知道你有没有中奖，而且除了大奖就是可能会中大奖之外，我们还有今天还有在额外小加码，就是有时候刮出来的是那个折扣金，对，所以先跟财神拜一下。就是你有机会抽到大奖之外，如果还大奖还没光顾，你有可能先被小奖光顾，好吗？那欢迎大家来购买我们的福箱，我们的购买福箱，好吗？好，那我们就把这个。等一下，我们哎呦，被我关掉了。好，这里好，那我们今天就是米特三星数位2023年的12月的年末感恩季门市限定的满千抽奖的活动，要在直播正式的开奖喽，正式开奖喽。那我们这个活动期间呢，就是12月整个月嘛。那现在我们就立刻来，就是这一箱是。这箱应该是台中的，我们里面呢就有很多就是抽奖券，好不好？没有，马上抽，不要紧张，还没有开始。对，好，来，我一箱我先拿着，你再帮我拿另外一箱，我们现场把它投进去。这个呢，里面这个是绿色，是台中，那这个是什么？是这一箱是冈山的，哇，好多哦。好，来，现场抽给大家看。好像有点好，你先调好角度，我来把它抓进来，好不好？然后你等一下帮我给大家看是空箱。好吗？
来，我们现场就是这样放进去，现场给大家放进去。我抓，我抓。我们会把这个各门市的这个都投进去，三箱捆在一起。哦哦，这里还有，超多的啦。好，真的超多。那我们就是不要紧张，我们很快就可以抽出你们了。哎呦哎呦，好，等我一下哦。好多啊，还有些粘在旁边。刚刚的反应很热烈。对，刚刚反应很热烈。好好好，还有吗？还有吗？有。好，有，我再看一下。我头要探进去。OK， 好，空了，来给那个镜头稍微看一下。没了没了，看得到吗？我们再把整个倒过来。来，没关系，你先放手一下下。各位，真的没有了，真的没有了，好不好？好，去旁边。好，再来一下。好，再来一下。我们这个就是男子的嘛，好，一样。各位，我们现场放假，好期待，对不对？各位放心，我都会把你们每一张抽奖券都抓到的，都有机会。对对对，都有机会。哎哎，进来进来。好，哎哎，再过来一点点，不好意思，我手要拐到了。Sorry。来，我抓我抓我抓，大家都会进来的，好吗？我看一下哦，哎呦，这个谁呀？头贴旁边，好会躲。对啊，我静电上粘住。好了，我看看一次。好好好，没有了没有了，给镜头看一下。空了空了，好不好？来，再甩一次。没有了没有了，好吗？好期待。好，然后你现在里面呢，有没有看到五颜六色？我旋转一下。很清楚吧？旋转一下，好多，对，超多的。好，我再搅拌一下啊。啊？怎么？好像有点小运动。好，好，那我们呢？这边就是准备来开奖了。我们第一个呢，就是来开，先从小奖开始，好不好？好，先不要那么的。就是比较刺激。我们先来抽第一个，就是维新的龙魂之刃百剑，好吗？限量版的哦。好，我们先来抽第一个礼物的幸运儿，幸运儿。好，来，稍微后退一点。好，那我们就来开奖了。那我们第一个呢，就由我们今天就是穿得非常喜庆。你这边还有发？干嘛另外一边踩吧？好，两边都是发。好，我可以让大家变成欧洲人。对，好，那我们抽出第一位星儿。好，我们抽出第一位星儿了，是姓林的朋友，姓林的朋友，好不好？姓林朋友，再给大家盖一下，盖一下。OK， 这样盖好。姓林的朋友，你看到吗？好，姓林的朋友，姓林的朋友130尾码，电话号码尾码130，姓林的朋友，恭喜你，恭喜你获得我们的就是第一样礼物，就是我们的维新龙魂之刃的百剑限量版的。好，那我这边给大家记录一下，记录一下，好不好？我们这个呢也会发出去一篇文章，这样子。没意外的话，应该是我们的那个下播的文章。咦 ，OK， 好，等一下哦，我稍微记录一下。那可以先告诉我们的就是直播上的朋友们，下一个要抽什么，好不好？对，还有很多好礼。对，好，在我记录的时候呢，可以告诉大家我们下一个要抽什么。还是中奖的有没有在现场？也是可以立刻就是举手，我猜我中奖。对，我中奖。好，我这边记录好了。那这个呢，姓林的，就是要记得来领。对，尾码130的朋友，就是恭喜你，要记得来领哦。我们就直接私讯就可以了。好，那我先放旁边。好，我们下一个礼物呢，我们来抽我们非常受欢迎的，就是我们的
这个懒人沙发充气床，懒人沙发充气床，好吧？来，我们先把懒人沙发充气床给他们看一下。恭喜！哎，现在这个后。他现在应该放在楼下，忘记放上来了。那大家新年有什么活动安排吗？就是比如说新年要回去哪里吃团圆饭之类的。啊，上来了。懒人沙发充气床，好黄，好不好？是你的了。好，那我们就立刻再抽出这个，懒人沙发充气床是谁的呢？我们的箱子要一直维持在上面，我没有。哎，来，我抽一个。各位，我抽。好，哦，不同颜色呢，蓝色。对，好，我看一下。姓胡的朋友，姓胡的朋友，尾码是143，姓胡的朋友，好不好？姓胡的朋友，我看一下，姓胡。有在现场。其实我觉得这样好像拉近有点看不太清楚。对，没关系，我们的券就是在这里。好，那我们就恭喜你获得我们的这个懒人沙发充气床。新的一年要继续当个懒人。新的一年就立刻说 要躺是吗？好，那我这边呢马上帮大家也把它记录起来，刚刚那个呢也是贴给你们看，好不好？你们可以直接就是截图，或者是直接就是等我们的这个直播结束的这个公告再私讯也可以，其他边都可以，只要可以跟我们小编确认到就 OK 了，好吗？那么恭喜姓胡的朋友，尾码143，姓胡的朋友获得我们的懒人沙发充气床，这个超受欢迎的呢。大家都喜欢当个懒人。对，这个当初刚开始送的，可以有机会送给大家，好像是影片抽奖吧、那大家就吼、好喜欢。好，那恭喜你，恭喜你。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下一个呢是技嘉的电竞潮流风衣外套。电竞潮流，没错，我这个呢有印一张图出来，衣服的样子给大家看，所以呢大家可以来近看一下，它长这样，好不好？它长这样，看到吗？真的不错啦，这件外套很时尚。这件外套就是男女通用，然后。样式也蛮好看的，很低调，对对对，好看。好，那这个呢，我们的电竞潮流风衣外套就由你来帮我抽一张吧。这好像很帅，对啊，这真的看起来很就是帅气。好，直接抽出来好不好？姓陈的朋友，姓陈的朋友，尾码这刚好在791。791电话尾码791，姓陈的朋友，姓陈的朋友，我等一下盖姓陈好不好？我觉得真的还是努力看一下我的好，那就是姓陈的朋友获得我们的电竞潮流风衣外套，恭喜恭喜！新年有新外套了，对，新年有新外套了啊！这叫做什么？新年换新衣，对。好，新年换新衣，好，恭喜恭喜。好，那我们呢就是这个帅气的外套，就是姓陈的尾码791，姓陈的朋友你可以获得我们这个电竞潮流风衣外套，市价呢真的是也是这也蛮高的，市价都是1500这件，对，那外面也买不太到了，好，不太会跟人家撞衫，有点难。有点难，而且它的外就是穿起来的样子不会说太
有品牌很明显，就是、对对对对，算是一个很热比较潮一点的那种。好，那我们这个再来开一个也是小奖，好，我们来开一个 LED 的置物美妆镜，给大家看一下美妆镜长怎样。这个应该是女孩子们还是、没有，现在会化妆的，嗯，现在都很也都很注重保养的，都很精致，没错。好，那我们来抽出这个 LED 置物美妆镜获得的朋友，好不好？大家有没有开始就是先现在现场讲一些吉祥话，可以吉祥话集气呀，对不对？说不定哦，说不定就是这样子就会有这个机会。我刚刚这个也给大家先写上去，大家可以就是喘口气，喘口气。但是这个美妆镜下面它是可以放东西，比如说你有些什么小支的口红啊、化妆品都可以放这下面。而且它是这个这一圈好像是带灯的，对，它这边按钮可以按，对，可以开灯，对，然后你就可以美美的补光自拍，然后可以这边放你的物品、化妆品，对，可以放小东西，对，没错。然后那我们这个置物美妆抽一个精致的得奖人哦。就是如果我们抽到你，你是精致的，想要对不对？真的，你是平常精致的就是更精致，那还没有开精致的，就从今天开始可以开始精致了。对，没错。好，给大家看一下，我真的是在上面就是旋转，好不好？好，我又抽到这个蓝色的，看看。这个是姓刘的朋友，姓刘的朋友，手机尾码683，手机尾码683，好不好？手机尾码，等，好算了，等一下很难看的。好，那手机尾码683，然后姓刘的朋友写一下，好，你获得我们的 LED 置物美妆镜 ，LED 置物美妆镜。683，有没有开始心想我是683，但是我姓不姓刘，差一点，差一点啊！而且我们还有别的奖，对，我们别的奖，还是大家其实在想说，我就是等大奖啊，在等头奖啊，等头奖啊！说到头奖，我们的这个福箱，头奖的话。跟整我们这福箱有三个大奖，然后会还有一个特别奖，好不好？所以你们千万就是要赶快来购买，多多参与，对对对，赶快来购买我们的福箱，因为我们福箱的大奖是不会在直播，你就是直接有机会现刮现场，直接开箱就可以看到了，对，直接开心的好不好？那好，我们这个我先给他的，他的放下去。我们这个大奖的话呢，就是真的是，你可以直接开出来，就是非常嗨。好，那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置顶贴文啊，或者是在我们的 LINE 上面，你也可以就是直接看到就是相关的资讯。你只要输入福箱，在 LINE 上面输入福箱，官方 LINE 上面输入福箱，你就可以知道相关的资讯。那也可以在我们的置顶，不管是 FB 还是 IG， 我们都可以在置顶贴文上找到我们相关的资讯。那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福箱的话的大奖，是一奖是赛车模拟器的顶级版，就是你在男子看到的整个哦 T818 的方向盘马达基座，是真的很大奖，直驱方向盘马达基座，然后再加上法拉利授权的这个方向盘，还有我们的NLR 的这个赛车架，这是大奖。然后呢，二奖是什么？强悍性能电竞笔电，没错，真的会发光。对，我们其实在置顶上可以看得到，就是照片。我们因为就有食品，我们就是给大家拍出这个食品的样子，但是它给你们是全新的。好，那三奖的部分呢？规格任选客制主机，对，这个是福箱的三奖，你只要买福箱，你就有机会在刮刮卡里面刮出我们这个大奖们。三奖的话，它这个客制主机是
可以任选，就是机内配件新台币达66,666块钱，好不好？就是三奖，然后还有一个特别奖。特别奖是好莱坞明星同款咖啡机、没错。那这个的话呢，就是在我们男子门市，你在现场也可以看到它。那如果是有维修或者是消费，你也可以就是免费的来享用一杯，可以试试看。你如果很想试试看打奶泡还是什么，就是你可以自己买牛奶过来，我们可以让你试试看。对对对，没错没错。好，那这些资讯呢，就是都可以在我们的置顶贴文或者是官方 LINE 输入福箱，你就可以看到相关的活动资讯了，好吗？如果你是有主机或者是买赛车模拟飞行等相关需求，你也可以来买的，用加价购888就带回去，好不好？好，那再回到我们的这个满千抽奖12月这个活动，好吗？好，那我们这个活动就继续来抽了哦。刚刚这个风衣外套碗有在贴上获得我们美妆镜的683。姓刘的朋友的资讯，你如果在线上一定要记得跟我们挥挥手哦。好，那我们既然小奖都开了蛮多的，我们来开一个三奖如何？来开一个我们的大奖之一三奖，就是我们飞利浦的2.0声道环绕喇叭，下面 这一长条，这，好不好？这要送给你们的哦。那我们就现场来抽出这个得奖人是谁咯。这个市值是将近4000块钱的这个飞利浦2.0声道环绕喇叭，新年就可以把它拿出来用了，马上播播什么？新年快乐！马上播，恭喜吧！这个很有喜气的感觉，恭喜恭喜！那么财神到，对不对？到，然后好。好赞哦，真的很棒，真的很棒。好，那我们的幸运儿可以开始，就是也有那种先喊起来，说不定是可以开始祈祷。对对对，好，那我们来抽我们的大奖之一，我们的飞利浦2.0声道环绕喇叭，然后的幸运儿给你抽，就是换左手，是这样吗？我换左手喽，左手会欧气，好是吗？好，黄色，好。好，我看看是谁。哇，这个，这个姓氏，他写，这是苏吗？苏还是薛？苏嘛哈，这字有点，没，我有点可爱，我中文不够好啦，所以没有马上认出来。好，我们姓苏的朋友，电话尾码670。连中文都连阿拉伯数都不会念。好，我们尾码670，姓苏的朋友，好不好？姓苏的朋友要怎么看呢？你盖起来。我觉得你们只会看到我的手指。好，姓苏的朋友，好不好？姓苏的朋友，这样看到吗？好，姓苏的朋友要记得带存跟连来领奖啊！对。我们可以对上面的那个数字，对，没错。好，姓苏的朋友，我们恭喜你获得我们飞利浦2.0声道环绕喇叭，这是我们的影院声霸啦，好不好？恭喜恭喜！对，我们应该每一个要拍手一下，对，要前面鼓拍一下，前面鼓拍一下。恭喜恭喜，我们三奖开出来喽！恭喜恭喜！对，我们前面应该也要拍手，就比较有那种。就是开奖的感觉，对，我就说我手机应该要准备一个那个中奖的那个音乐。之前我们有那个直播配合使用的这个按键，就可以直接有那种拍手声，这很不错。大家欢迎就是到我们的网站上去购买，也是可以买得到这个。你可以在你过年的时候，就是一按，然后可能就有个气氛就鞭炮声啊，什么可以自定的哦。好。然后那就恭喜我们的尾码670姓苏的朋友获得我们的三奖。我就说应该放一个这种得奖的音乐。好，恭喜你恭喜你。那我们再来开，要继续开大奖吗？还是开个小奖好了，好不好？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好，我们再开这个微星暖心提拔304不锈钢保温瓶500ml的哦，好吗？那我们来开这个，等一下，这是三奖，
这保温瓶呢，就是多喝热水。像我今天就有点需要多喝热水。我不知道你今天有点，不知道是空气瓶在这样，因为我早上没有量到，但是我就觉得今天好像今天比较冷。有吗？可是我早上没有被量到的感觉啊，我只是觉得有一种眼睛痒、鼻子痒的感觉。空气不太好。好，多喝热水，保温瓶，不要乱讲，这是维新暖心提拔保温瓶，好不好？好，那我们来开这个奖项的幸运额。哦，我抽，好，我希望可以抽到。其实刚刚都是有这个蓝色啊、黄色，就是不同间门市的。对，我希望能开一个、绿色是哪一间门市？台中。希望可以抽到一位台中的幸运儿。我这样会不会过分？很多人想说，为什么？我就希望抽到男子啊。哦，对，哦，好，我就抽到黄色的了。好，我们姓叶的朋友，姓叶的朋友，好不好？我们尾码七七九，好，七七九，姓叶的朋友，姓叶的朋友，恭喜你获得我们维新的这个保温瓶，恭喜你，还有500毫升，要记得多喝水。嗯，好，那我们就恭喜这个姓叶的朋友，我写一下。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抽一个小奖还是大奖呢？你们跟我说，你们跟我说要抽，想看哪一个？对。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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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要抽小奖还是大奖啊？各位，你们想看抽小奖还是大奖？我们 IG 朋友也可以跟我们多互动哦，好不好？好，大奖，好，大奖。那我们来看大奖，既然刚刚是三奖，那肯定接下来是来个二奖了嘛，好不好？好，来个二奖。二奖的话是我们的日本爱华的气炸烤箱，气炸烤箱，这里哦，它很大，好不好？对，气炸烤箱，它那个整个很宽，对。然后我们的气炸烤箱，我们的二奖日本爱华的这个气炸烤箱，然后会是心儿是谁呢？好，摇一下，摇一下。旋转一下，能量，好，那再抽一个，我们再让这过来一点点，嘿，哦，绿色，哦、绿色，原来刚刚中了还中大奖的，哇，恭喜恭喜，我看看，我们姓柯的朋友，姓柯的朋友，然后是电话尾码269269，恭喜获得我们的二奖，好想要烤箱，是不是？好，那我们来，姓柯的朋友，恭喜恭喜恭喜，尾码手机尾码269，好。恭喜恭喜恭喜你获得我们的二奖！我刚刚哪包完保温瓶还没有贴，来贴一下哈。好，我们恭喜我们的手机尾码269姓柯的朋友获得我们的日本的气炸烤箱，贴一下。嘿，恭喜你恭喜你，赶快把你写上去。二奖要借带存根连来。对，或者是你就是可以证明你是姓柯的朋友，手机尾码269，现场打电话，那个身份证出来，我姓柯，现场打电话，然后手机没响，我换手机号码了。好了，我们这个就领奖的部分再跟大家确认哈。好，二奖，好，哇，没想到刚刚一直都没有抽到绿色的，就是太多，马上就中二奖。欸一抽出来就是大奖，原来他在等这个时刻。原来如此。那现在三间门市都有抽出幸运儿，我们头奖就等于是三间门市没有谁现在是几率比较低的。对，都很公平，都很公平。好，那就再冷静一下下，我们来抽小一点的奖好了。好，来，我们来抽。啊，这个时期不要随便乱电话，真的呢，这个时期不要乱换电话，你可能会没办法对讲，对到讲嘛。好，那我们再抽这个奈的
吉博的这个快充的无线充电板，它是 QI 无线充电板，可爱又实用，好不好？可爱又实用的一个礼品奖品。好，那我们我还抽好了，有没有想说不要、欸、不要不要你抽，你抽干嘛？都没抽到这个，你说绿色台中是不是？都没有抽到台中，我是台中人。好了，不要这样，我抽抽看嘛。你要跟他旋转哦，大家有朋友，好，然后抽到哦。哎、欸，怎么抽不到卡币？找不到。好，我抽。台中的运气开始了。所以台中人就是也可以就是让我抽嘛，对不对？好，吴先生，吴，对不起，因为名字一看上去就蛮大哥的。好，那就是尾码是017的朋友。好，017的吴，姓吴的朋友，好，写上去，恭喜你获得我们的无线充电板。好，手机尾码017的朋友，吴姓吴的朋友，恭喜你获得我们的满千抽奖，我们米特门市限定的这个活动抽奖活动。好，好，扑扑出去。OK， 那再来开大奖好不好？再开大奖、啊。那我们大奖就是、哦這個、好刺激， 我们大奖就是最大奖的哦，好刺激哦！哇，这个好棒哦，这个超棒的哎，能抽到这个大奖真的是很厉害。大奖是什么？你们应该都很清楚吧？大奖就是我们的这个 Alola 专业皮革版那个 Pro 的电竞椅，市值11,980元，好不好？市值将近12,000的电竞椅，哇，这个还有这里的你，这个真的很开心哎、欸，抽到就对他可能就是因为是满千嘛，他可能刚好花了1,000元，然后就抽中这个10,000元、10,000多元的电竞椅回去，哇，太开心了，太开心了，有没有很紧张？期待吧各位，希望自己是抽到可以再去买一张乐透，对。没错，是好运好运连连，就是这样，好吗？好，那这个哇，这个紧张了，忽然觉得有点跟着一起紧张，好吗？好，那我们就来就是准备抽大奖了哦。好，我们头奖 NLR 的专业皮革版 Pro 电竞椅，市值11,980元的这个大奖，会是谁来获得呢？你抽好了，我抽了。那比较有那种好红运当头的，哇，紧张了。蓝色哦，好，我们来看看，我们获得抽我，紧张是不是？我也好紧张，对，我也很紧张。好。我们获得我们的这个12月半的这个整个月的满千抽奖，米特的这个米特3C数位我们办的这个年末感恩季的满千抽奖，头奖 NLR 专业皮革版 Pro 的电竞椅，市值11,980元的电竞大奖的幸运儿在我手上，我在想说要不要讲出来。东西呢？大奖在这里，他即将写上你的名字，好吗？好，就是我们手机尾码，手机尾码最后一个数字是6。大奖嘛，总要就是卖一点关子。好，我看一下哦。好，那这个我们手机尾码最后一个字是6，尾码826的朋友。有没有开始想说，我是826？现在去换电话号码。尾码826，尾码826的姓高的朋友，姓高的朋友，尾码826，姓高的朋友，恭喜你获得我们的头奖 NL 啦专业皮革版 Pro 电竞椅，它是你的了，超好的，超棒的，你有电竞椅了，你有电竞椅了，恭喜你，我们姓高的朋友，尾码826。是一奖，
记得要去买乐透。对，记得要去买乐透。哇，这个多摸一下，欧气，蹭一下欧气，蹭一下欧气，蹭一下欧气。好，等一下啊，我把这个你的名字写上去，好吗？哦，这个是好，来一奖，好，我写了，好，刚刚先写一奖的 ，OK。恭喜恭喜你！刚刚有没有想说快讲？快点，快讲！我啊，想揍那个小编了，还不快讲？到底是谁？好，我们恭喜姓高的朋友，手机尾码826，姓高的朋友获得我们的头奖电竞椅，后面这箱超大一箱超重的，就是你的了，要记得领奖。最大的演讲，哇，好羡慕哦！我沾沾欧气，沾沾欧气，给大家也沾一下，沾沾欧气，给大家沾一下，是不是？好，我用背面，来，各位沾一下欧气，我们这边先沾一下欧气。哎呀，我、哦、没事，那是我写一讲，人家不小心看到，等一下去找这位朋友，好，分享一下欧气、分享一下欧气，来分享一下欧气，各位，好。恭喜你，恭喜你，真的羡慕，真的恭喜！场次，场次，我想出来了。场次 ，Hello， 我们头奖刚开出来呢，分享了，谢谢你，场次。我们场次，我们虽然头奖开出来，但是我们可以再分享欧气给你，再分享欧气给你，好，分享欧气给你，好。恭喜我们姓高的朋友，尾码826姓高的朋友获得我们的头奖。姓高的欧洲人，真的，这个欧洲人的那个姓氏是高。好，现在去改姓。现在去改姓。好，那我们没有抽中大奖的朋友，就是也不要灰心，因为我们还有奖项，有没有？沾沾，是沾沾。我刚刚靠那个把这个奖券靠近镜头的时候，大家要赶快摸一下。好，那。真的恭喜恭喜恭喜！好，那我们再来抽就是小的奖项啊，那个在我桌上没关系，我们用两的。好，来，我们这个接下来我们来抽的就是我们的美洲狮的这个护盾的造型滑鼠垫啊。之前我们有参加这个美洲狮的活动的朋友，有使用到我们券的朋友，就是也是非常划算。那我们现在美洲狮的商品，这些商品也有相关的活动。嗯，机壳啊，或者是电竞沙发、电竞椅，好不好？所以大家也可以趁现在想要购入的话，可以就是选购挑选一下，哼。那我们这个美洲狮的这个护盾造型滑鼠垫，我们抽出幸运儿。好，我抽吗？好，我抽。嘿嘿。嗯，恭喜！哎呀，哎呀。不好意思，我这样子看，他以为我那个再重抽一次。等一下那个人会想说，刚才那张会不会是我？好，蓝色，蓝色，好。这个看起来像女孩子的名字哦、喔，但不一定哦、喔。像那个名字很多也都很多元。对对对对，好，那我们恭喜这个姓邱的朋友，然后他的手机尾码是773773，手机尾码773的。姓邱的朋友，他字很漂亮。有在现场吗？有在现场的话，可以跟我们 say hello 好吗？恭喜姓邱的朋友，手机尾码，手机尾码773的朋友，恭喜你，恭喜获得我们的就是满千抽奖的这个活动的奖项。好，那我这边贴一下。好，恭喜你，恭喜你。好，那我们还有，我们还有奖项，还有这个技嘉的电竞潮帽，好不好？这个呢，就是也是非常男女，抽到就有两顶米帽子的。好，没错。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拿起来就是还有个透明，你可以自己在上面就是 DIY 创作。还有一个你跟你朋友一人一顶，对，也是可以。那谁拿黑色，谁拿透明的呢？好。我们还有这个电竞潮帽，电竞潮帽的奖项，可以给我们这个箱内的幸运儿们，就是参加者们，那抽出幸运儿来，抽出来，开始 C，
色。好，你来帮我开好了。谁呢？姓古的朋友。哦，姓古的朋友。电话尾码733。733 ，OK。刚刚的手机号码是733，现在是来个733，有点有缘。透明的可以分成两个，真的真的，他因为他底下后面还有一个，他介于一顶跟两顶中间。这个可以就是自己再回去创作一下，恭喜恭喜。好，那我写一下。好，等我一下哈，这边呢，这个是帽子。恭喜我们姓古的朋友，然后他的手机尾码是733，手机尾码733，还防水，透明的还防水，对，还防水。美妆师的书店冰箱，你中午是帽子哦，是我在写字的关系啦。等我一下哦，好，放着，咦咦。好，恭喜恭喜，我们的技嘉电竞草帽就由我们姓古的朋友，手机尾码733，姓古的朋友获得。那我们再抽这个十全的 CK5 的水冷一套组五个颜色，我们来抽出金米儿。好，那我们就再抽一位。好，我抽妈妈。你还想说快抽到我？欸，真的。抽到了，就是你了。好，绿色的。我们姓郑的朋友，姓郑的朋友，姓郑的朋友，有没有在现场？姓郑的朋友有没有立刻喊说我姓郑？但是但手机号码，手机尾码是143，手机尾码143。姓郑的朋友，哎，是这个郑，这个郑是吗？okay.好，姓郑的朋友，恭喜你！好，恭喜你获得我们的手机尾码143的朋友，恭喜你获得我们十全 CK5 水冷一套组五色，恭喜恭喜！好，恭喜哦！那我们还有这个，对，联名的蜘蛛人，蜘蛛人，好。我们的联名的蜘蛛人 T 恤，有看这部吗？你说这部的电影吗？对，你那时候看吗？还没有，还没有，一直放在那个片单中。好，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抽出的就是这个联名的 T 恤，好吗？好，那是白色的。嗯，好，那我们就直接帮我抽出一个吧。好像很久没有抽到钢三的，是吗？那希望你可以抽出一个钢三的，看一下啊、哦。哎、欸，钢三的，哎呦，你一抽就中了。好，那我们恭喜姓刘的朋友，手机尾码369。姓刘的朋友，恭喜恭喜。喜得新衣，喜得新衣，真的好，我帮你写上去。蜘蛛人，蜘蛛人体 OK。好，来，我们有公开在平台上面给大家就是抽的礼物呢，就是。到这边，但是因为大家反应非常热烈，所以我们还有就是电竞潮袜，还有电竞潮袜要再抽出来加码送给大家，好吗？送给大家，那我们就来抽出这个新人，好吗？新年穿新袜子。对啊，你还有三双可以穿，早上、中午、晚上，是这样吗？太好像有点太频繁了，在换。好。我们恭喜姓黄的朋友，这个手机尾码798，手机尾码798，
798，哎，来恭喜你，恭喜你获得我们的即将的电竞潮袜，有新袜子哦。对，有新袜子。好，那我们再来开的是，来这个给我再开一个，后面那个好了。然后接下来再来开的是这个金士顿的潮流腰包，也可以换新包包了。对啊，直接就是口袋装满钱，好不好？好，那我们再来抽一位星儿吧，你帮我抽。好，我们恭喜这个姓李的朋友，姓李的朋友，姓李的朋友，恭喜你！我们手机尾码是187，手机尾码187，姓李的朋友，啊，这个等一下哦，姓李的朋友，金士顿的潮流腰包。它是有点黑灰色的。嗯，这个是袜子对吧？好，恭喜你，恭喜你，过年换新包包，红包装满。对，装满红包是还是要负责发的那个？你说是包包放着各种红包负责发的吧？好，我们那个姓李的朋友，欢迎你跟我们分享。你是收还是发的？你是把红包放进你的包包里，还是把红包从这个包包发出去？好不好？一样是新年有这个，就是新年 新的气氛，好吗？新年气氛，恭喜发财。啊，还有一件星空的 T 恤，然后我们星空的联名星空的这个游戏衣，潮流衣，好不好？我们就是今天我们希望让大家都有新衣服可以穿。对。希望被装满红包，真的，真的是希望就是被装满红包。好，那我们就是这个呢，奖项都开完了，这个就是我们最后一位幸运儿，好吗？我们谁会获得我们这个星空限定版的 T 恤呢？这个重责大人就交给你了。对，那好像要琢磨一下。对，我们这个。就是用对最后幸运儿用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小妹穿的很红，很有新年气氛，来给大家抽出最后一位幸运儿。好，姓林的朋友，林呢应该是有蛮多人的姓氏的，有没有姓林的朋友心想，然后刷一排姓林的，对，姓林的朋友，手机尾码。是003003，可以获得我们星空限量 T， 好吧？星空限量 T， 姓林的朋友，恭喜你，恭喜你！换新衣，好哇！我们恭喜这边这叠幸运儿，好不好？恭喜这叠幸运儿，这边全部都是我们送出去的奖项们，好不好？工具的奖项们，来，我们这些全部都是要送给你们的。哎呦，中到好痛！这边全部都是要送给你们的，恭喜你们！刚刚全部都摆回来了吗？哎，来，好。那我们好多恭喜大家，这是我们刚刚陆续开出来的奖项们。那我们就是欢迎各位就是持续的关注我们，我们都会有很多的活动可以给你们，好吗？啊，然后你还是刚哭是不是？还可以试试看，一切都是命。还有福相，还有一件哦，还有一件，可以放回去。好。真的好多哦，都是送给大家的。哎，福箱一定会有东西中奖。对，因为我们福箱本身你购买，我们是福箱价值，我们福箱价值一定会超过我们购买的金额1888，并且里面还会有一张刮刮卡，刮刮卡会长在这个我们的红包袋后面，就会放在这边，或者要记得转过来看，对，要记得把它转过来看。对，
没有那个 一拆箱就把红包袋放旁边，然后就开始找，不需要怕卡，爸爸卡就在你的红包后面，要记得拿。对，好，命运中的人，下次再接再厉。好的，我们还有福箱的机会了，好不好？我们还有福箱的机会。好，那我们就是感谢就是所有我们参加我们这次这个满天抽奖活动的朋友们。那我们就是感谢你们参加，那记得领奖者呢，请在开奖后，也就是今天直播过后，就是到1月15号以前，请主动私讯领奖。那我们运费支付呢，本公司呢就不会再另外通知个别的通知你们领奖，那逾期就失效喽，好不好？希望各位注意时间，对，注意时间。等一下哦，我看一下，我刚刚最后一个耳听哦，看看。哦，好 ，OK， 所以等我一下哦，我把刚刚陆续开出来的也贴上去给大家。那我们还是会，在下播文的部分，就是下播后的文贴尾会再公布一次，大家可以在上面完整的看到，就是我们有开出来的奖项跟得奖的人。那就感谢各位参加，要记得，15号以前记得领奖哦，1月15号以前记得领奖哦。好 ，OK。那我们领奖部分就是大家可以在官方 LINE 上面询问，或者是直接私讯也是可以。那我们可以看您上记得还是要到现场都可以，我们跟小编谈妥即可。好，那我们再给大家宣传一下我们的新年福箱，好运隆中来，就是在我们现在已经热烈的开卖了，好不好？热烈的开卖了。那我们就是开奖的日期就是等我们后续公告，所以大家还是要趁现在先买先买，好不好？那我们米特的这个新年福箱现在各门市都可以买得到，在线上也可以买得到，那各位有买就有机会中大奖，有买就有机会中大奖。好，贴一下资讯给你们。新年快到，可以多买几箱回去跟大家一起开哦。你是说大家直接就是在新年聚在一起的时候，对，然后一起开箱吗？啊，大家好像都会一起去买那个刮刮卡。对，那你这边也可以再多一次刮刮卡，开出这个就是幸运的机会。而且你开箱，你可以拿到很多不同的东西。没错，那我们置顶连结的部分就是有这个官网的购买，直接就可以直接连结过去做购买，好吗？有买的朋友可以给我们分享哦，可以给我们分享。好，那我们的今天这个满千抽奖的部分就是开到这边。那我们其实现在呢，哇，就是我刚怎样打结？好，现在呢就是我们除了福箱之外，我们也会陆续的拍很多相关影片，可以在我们的 YouTube 或者是我们的影片发布，其实在 FB、IG 都有。大家都可以持续的关注，那也不定时会有一些抽奖，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我们，然后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些像福箱啊这种，可以本身商品价值就是超过这个，超过商品的，这种福箱是1888，那我们商品价值就是超过1888，并且你有这个抽奖的机会，你有抽奖的机会，也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然后你们一起来抽。没错，所以呢，真的是大家是要把握一下，把握一下，好吗？那我们现在呢，其实比门市就是还是有提供其他额外的服务是，算是新推出，所以希望大家也不要错过。对，刚刚有说很多大家都有新衣服了，那你的笔电也要穿新衣服。对，没错，你的笔电也要穿新衣服，不错的主意。我买了一张抽奖礼物。对啊，其实大家可以就是有像上市场直播的时候也是有人分享说，可以大家就是聚在一起，然后什么很多一起买当过年的小活动，对，或者是你们聚会的活动啊，或者是很欢迎公司企业大家过来。对对对，好，那我们刚刚说到，我们有人穿新衣，我们笔电也可以穿新衣，那就是我们现在呢是有这个客制化笔电包膜，客制化笔电包膜，开上面给大家看，客制化笔电包膜是可以13到17寸的笔电帮你包膜。
它可以上盖，然后荧幕贴，看是要亮面还是雾面的。没错，那上盖荧幕贴，然后亮面、雾面，或者是自首区，或者是全区，对，我们就是有图示标示在门市现场嘛。那你也可以在网络上来做询问，那我们一样是把那张图贴给你们，那你们就可以看到你们想要包膜的地方是哪里。那我们米特是有提供两种优惠，对，两种的专属优惠，那可以就是用优惠这样子还可以做一个额外的折价，对，是蛮好的。那我们价目呢，就是会有完整的一整张图可以参考这个价目，那你也可以在门市上看到。那也是有一些相关的注意事项，比如说我们这个笔电包膜的部分呢，是需要大家提前预约，对，提前预约。然后呢，施工的时间大概是1到2个小时。对对对，那相关比较详细的，我们可能就是可以线上，或者是笔电蛮灰尘，那你可以就是清洁，可以，我们是有提供个人电脑或者是笔记型电脑的这个到府安装检测，趁新年的时候可以这边清一下。对，还有清洁的服务，好不好？那我们这个清洁的服务呢，你也可以在家，就我们帮你到府，帮你们服务，好不好？就是坐着享受，在家享受，坐着看电脑变干净，对，坐着看电脑变干净，或者是最主要的是帮你组装安排，是比较就是方便。那像是你有赛车模拟或者飞行模拟，我们也都是可以到府去，像个人电脑笔电一样，可以帮你到府去帮你整个安装客制化的规划。那这边给大家送上这个我们的表单，我们这个到府服务预约的表单呢，就是主要是个人电脑、笔记型电脑的到府安装检测清洁服务，大家可以直接在表单里面填写，好不好？我们比如说有些社恐的朋友，就是填表单，然后，但是到家里的时候见面，但至少是你家，所以呢，你应该比较放松，好不好？你可以就是，有没有啊？等抽到二奖就先包膜，没错，哦，没错，好主意。对，你就是直接说那个我顺便包膜，然后再去领奖。好，那我们这个预约的表单呢，预约的表单我们就是贴在留言区给大家。那 IG 的朋友，我们也会在限动不定时的发布，那你如果等不及了，也可以直接做询问，好不好？直接做询问，我们直接填写表单，你就可以有这个预约，那直接帮你到府服务。那我们也奉上这个官网买家秀这个连结，你也可以到官网去看看我们的其他家里人家买家秀，可能就会有一些哇，原来整套组装起来，看到你有喜欢的，就可以参考一下。对，原来整套的这个赛车模拟这样子组起来，或者是电脑啊、主机这样子整个架起来是这样子。本来还在犹豫啊，看到人家已经装好了，我也想要。本来可能就是没有看到照片，可能会觉得有点难以想象。那你现在只要到照片是比较好看。没有，这本真的很，我们这现场的实拍无修图，好不好？你可以到官网去看到其他人的分享。那也可以直接填写表单，我不要看，我就要看我家的成型的模样，好不好？那我们就是米特餐厅3C数位门市三处据点全台服务，那也可以在线上做购买询问，好不好？好，那我们就是这边今天再次恭喜我们满天抽奖的幸运儿们，也感谢所有参加我们活动的朋友们。那现在呢，米特3C数位的这个福箱呢热烈开卖中，还有抽大奖的机会，而且大奖呢不止一样，大奖更多，因为还有特别奖。 对，除了大奖还有特别奖，那就期待各位买福箱，然后开出你们喜欢的最想要的奖，然后再对，然后再刮出大奖，或者是刮出有其他的惊喜小奖，直接金额回馈也不错，好不好？沾沾喜气，没错，沾沾喜气。我们现在那个门市，各间门市除了线上买得到，各间门市也买得到。对，你如果是在男子，你还可以摸一下财神爷。对，你知道我财神爷，我今天要把新的福箱放上去的时候呢，我本来因为财神爷放的有点高，我本来是好捏的地方是耳朵，但是呢，我正准备捏上摸上去的时候，要把它拿下来的时候，心想我捏财神爷的耳朵好像不太好，我就又手又再放下来，又抱的，然后。小妹你蛮迷信的啊，好啦，就想说，应该要摸财神爷尊敬，
好，摸肚子是吧？对，踩自己的肚子可以随便摸，可以吧？好啦，那我们就是陆续的会有，就是像之前有说直播我们开箱福箱，也会有影片在陆续释出，所以要记得关注我们，福箱先买起来，跟我们一起同乐，好吗？分享给你的朋友，对，分享给朋友，跟你朋友一起买，一起开，对，对啊，我就看到门是有那个跟朋友一起一人一箱带回去。一人箱一起买啊，你们说不定还可以在里面就是现场交换、啊、也不一定，好吗？好，沾沾喜气，没错，恭喜恭喜，再次感谢大家，恭喜发财，对，恭喜发财，新年快乐。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差不多就到这边，那记得去购买福箱，然后免费在门市免费收取我们的红包袋，嗯，祝大家春节明月光，红包一箩筐，我们带回家，福袋的、你是百宝袋哎，跟新年很好用的衣服，对啊，这是这件也太新年，就是新年感十足，非常的喜庆，是专门放红包的，专门装，你说这里吗？红包请放进来里面吗？好，很不错，好，那我们就是没错，很棒，我们就是来欢迎大家购买福箱，我们今天福直播就到这边咯，拜拜，下周见，周二见，拜拜。